虎扑10月15日讯办人慕尼黑新援丹塔斯的经纪人亨里克斯日前在个人社交网络上晒出了和拜仁主帅弗里克的合影，并且称赞了弗里克。亨里克斯写道：世界最佳主帅，一个绅士，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男人，一个榜样，一个荣耀的人。双引号。